后来你也出门咋的了？我这咋的了？碍着你们了？靠！哎呦，没炸到！我抓你一下！哎，好，炸着了，可以。这多兰戒打人挺疼的。打个眼儿，狗熊出多兰戒没毛病啊，这先攒个被动啊。再掏一下，再掏致命点烟。哎呦我操，这爆发。哎呀，还有这狗熊，这补刀是真难补啊！我发现这玩意儿，这那个熊掌下去的时间好慢啊。老哈子，不要害怕，把兵补了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来来来来来，这哈子二级，咱俩不干他？你真敢进来呀！我这一看呢，你这老哈子，炸！又一个懦夫死了，回家了。先来个耀光，再来个红宝石。中路剑圣，凡人的造物必将磨灭，蛮荒永存。哎呀，我今天必须得掏你一下子。有些人是不是觉得我要死了？刚才没想到吧？我操，这狗熊打人，这 W 技能打人太痛了。我就这么点血，他都不一定能打得过我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说啥来着？我没说错吧？我就这么点血，他都不一定能打得过我。这英雄，我操，恐怖啊，恐怖如斯。走了，
回家了。刚才我要是这么点血，是个猴有大，就应该就打不过他。这要是个猴应该不行，但狗熊可以。跑得有点慢呀，小熊，小熊。没有那警察的那个呢。在我的梦里，我看到骸骨封藏于海底。小老弟，跑得真快呀！哇，这玩意儿那 W 挠人真疼啊！我们已经无敌了，现在已经可以说是无敌了。哎呀，这波没到塔后去。算了，不能杀，我这血有点少，他如果把我控了我还杀不了他。这波不能杀啊，这波上了我估计我们就送了。不能送啊，这不能送。这人怎么回事？不走不走你不没了吗？这什么意思？呀，信哥，给我戳的！这狗熊要吃心呐、啊！这是个黑熊精啊！我这一看呐、啊，要吃心。啊！你给我死！哇，信哥可以啊，信哥。等我们回口血。嗷！这韧性能加到41%，30%。曾经和夜仓库有反常。干嘛呀？你不会要想杀我吧，兄弟？我是没想到的啊！来，信哥来了。给我掏他！哎，100块钱，兄弟，这也太不值钱了！你太不是人了啊！你这赵信，这都这么惨了，你还敢克，有点不像人了啊！这过分了，这。
快快快快快快，赵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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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信哥，回头，小伙子。这是起杀心了呀，我这一看，那起杀心能行吗？这把水银海他们家有个小法，下件装备不行，太脆了。下件装备日炎行不行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还是来这个，来个本儿甲。我们就下路赶他一波啊。先中路赶他一波吧，兵卒有控制。我来了，兄弟，注意看我的位置。来啦！快点，是个塔皮，是我的塔，小伙子，我来了。哪儿跑？跑肯定是跑不了的，被我咬死。光荣的死远比你的性命更伟大。我掏的前排兵怎么变成后排兵了呢？既然这个洛克丧尸之手啊，他老想去拆我们的塔，那我们就在上路把他再杀一遍，把他二塔给他拆了，这样他就没有拆塔的机会了。跑的倒挺快啊。你给我死！老哈子还敢踹上来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这都敢踹上来，确实是有点厉害。我们再来一趟，不来白不来啊！跑，往哪跑？完了，算了，我们给落手，我们不给这小法师，我们给落手，让落手还能值点钱，这双 buff 也不给他们了。出一个板甲，再来个振奋。哎呦，你信哥都没动弹。
现在有两个选择，一我们去下路收兵，二我们去上路收兵，我们到底是去哪收兵，这是一个问题，还是去上路收兵吧。上路的兵线到了，收完以后我们去打小龙去啊，算了不去了，这边可能要打小龙，这波我决定过去来一波一打四，我们先杀女警再杀小法，最后杀落手跟蛤子啊，来跟我上来。往哪走？跑！跑！跑！杀我！让你见识一下熊的力量。上路收一波兵，这 ADC 快点走啊， ADC 要被剑圣单杀了，快走。这么幼啊，那狗熊是个笨英雄，所以你要进场了你就不能怕死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硬锤死就死了，没事儿，有凯旋，你要能回血就回血，回不了血就死。差点钱，1600。葫芦死了，杀还剩个小法，我们可以上路踩一波。呜！快跑哦！来个振奋，我们再出个反甲，这把整个反甲。然后我们再出一个科技枪就可以了。其实狗熊一开始出来挺垃圾的，后边吧就感觉这英雄有点太垃圾了，就开始无限加强。因为设计师不能打自己的脸呢，我设计出来的英雄我得给他设计好了。我这重做一个英雄，这英雄还贼弱，那我就不重做了，我必须得重做的英雄我得狠，你知道吧。那削弱好几波了，那不影响平衡了吗？这玩意儿了，哎呦，我就你们俩要杀我，小伙子，你给我死！等会儿啊，先走一走。别，这咋整啊？啊！给我框住了！哎呀！人家走外圈，我人家走内圈，我走外圈，不合适啊！这跑不过他们。
小法师大板扣了。没事，赵信只要能把这拆掉就不亏，他把上路拆了就行。是我就直接甩个大，你凭什么狙我呀？好好看看最后星界洞悉的时光吧，马上就没了。我依然尝得到他们先祖的味道，还在我的牙缝里。个老哈子，几个人啊？这波呀？啊！你几个人？我操你猴子！几个人？几个人来？先跑一招，抓杀五方，吃一口血。哎呦，这点炎有点烦呢，这点炎带点炎呢。哎呦，好枪！这盾没出来，盾出来那剑圣都得使，不，那个瞎子都得使。这瞎子使了12把，落手使了12把，剑圣使了10把，真能死啊！三个人加起来24分钟，死了34把。踢，这还能不踢吗？这100%得往上踢，你知道吧？这剑圣得往上冲，这落手肯定得外圈刮一手。我来了，兄弟们。这能放过这小法师吗？好了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下路推吧，不行了。这种英雄拿红啊，我跟你们说，其实是没啥用的，我觉得真的收益太小了。最好这个有 ADC 是近的，这种的红还是给上路会比较好。这两个人怎么回事？这两个人，贝贝，我是不是没收拾过你这小法师？我这一看呢，是不是没收拾过你？真是收拾少了，我这一看，那小法师英勇的不死了吗？我是不会上的，我告诉你。把他引到 ADC 这边来，让他们杀 ADC。哎，我怎么这先杀的落手啊？
得真快呀、啊！没蓝了，溜了溜了，走了，回家了。必须要来个反甲，我们再来个啥？我想想啊，有个小的让我出巨型九头蛇，还在刷屏，我就不出，我就不出。我来个科技枪，谢谢。这辅助真好，我走过来的时候还停手，留给我蓝，还打这么长时间还留给我蓝。你碰我是吧？你敢碰我，小伙子？嗯？喂？你是个狗粑粑？东方财富的。现在的这些打电话的，我告诉你们，越来越敷衍了。以前还能整点真人，现在全是机器人，你知道吗？整个机器人在那里。哎，喂，你好，我是东方财富的，我们最近推出了啥啥啥啥啥，哎，我方便加你微信吗？